113年3月23日，在桃园国际机场破获贩毒集团利用加拿大籍 A 嫌疑观光名义来台，并提供2.5万加币，折合约新台币60万的报酬，从加拿大多伦多以托运行李加上第三级毒品凯他命，毛重25.3公斤，市值逾1000万元。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，移送桃园地方警察署侦办，并经检察官起诉在案。